家好，我是喵的歌艺。这个视频要教大家弹的是周杰伦的歌浅。那我们来先学习一下这首歌要学习到的和弦。第一个呢是 C 和弦，无名指放在一弦的第三频。好 ，M 和弦中指放在最上面这根四弦的第二频。好 ，A7 和弦呢食指放在三弦的第一频。超简单的哈，那下一个呢是 G 和弦，食指放在三弦的第二频，中指放在一弦的第二频，无名指放在二弦的第三频。D 和弦呢，食指放在四弦第二频，中指放在三弦第二频，无名指放在二弦的第二频，他们全部在第二频的位置哈，然后要用三根手指头，所以他们之间会有点挤，要尽可能垂直于指板，才比较不会互相占位置。OK。E-M 和弦呢，食指放在一弦第二频，中指放在二弦第三频，无名指放在三弦的第四频，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形状。好，这个也不难。好，下一个呢是升 F-M 和弦，听上去好像比较复杂，实际上它很好按哦，很好按。食指放在三弦的第一频，中指放在四弦第二频，无名指放在二弦的第三频。下一个呢是 G 挂四和弦，食指呢放在三弦的第二频，中指放在二弦的第三频，无名指放在一弦的第三频。那因为呢 G 挂四和弦后面呢经常是连着 G 和弦，所以呢我们也会在 G 和弦的基础上呢把小拇指放到一弦的第三频，好，这样按，然后放掉小拇指就变成 G 和弦。所以呢两种按法都可以，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按的。下一个呢是 BM7 和弦，食指同时压住一二三四弦的第二频。那有些朋友呢没有办法四根琴弦都按好的话呢，就会有些琴弦发得出声音，有些发不出来，这时候你后面要用大拇指帮忙顶住，好，前后都用力，如果还是按不响的话，你再把中指叠上去用力压下去。好，那 B7 和弦就是在 BM7 和弦基础上把无名指放到三弦的第三频。和弦的部分有点多哈，希望大家好好加油，因为这首歌呢本身也比较复杂，然后呢我们女生如果要唱这首歌呢用 G 调是最合适的，好不好？那节奏型就比较简单了，大家可以用三根手指头同时抓起最上面的四弦和下面两个一二弦同时抓起来，然后大拇指拨动三弦，一二弦再拉一下，再拨一下三弦，好，所以是抓三二三，抓三二三，比如说我们按住 G 和弦，抓三二三，换成 B7，换成 EM， 又是 EM，C BM7 AM D， 好，要练到和弦之间转换啊，不要卡顿。比如说你按住 C， 然后换成 BM7 的时候，你就要停很久就不行哈，一定要练到很顺之后再把唱词加进来。久未放晴的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容。把掩埋愧疚，风筝在阴天搁浅，想念还在等待救援。我拉着线，复习你给的温柔，扑杀在一旁的寂寞，笑我给不起承诺，怎么会怎么会，你竟原谅了我。最后一个呢 ，D 和弦，四根音弦琴弦呢，一次刷下去就可以，这个是爬音啊。然后我们要进入副歌了，我只能永远读着对白。我们要换成扫弦的节奏型，这个节奏型呢还是蛮简单的，大家用一根食指，四根弦都刷下去，啊，下下下上，上来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用大拇指指甲盖，也可以用一根食指来完成，下下下上。也可以用大拇指下下下上啊，最重要的是下上的时候呢，它是比较短促的时候，大家集中在下面两根弦弦，下上下上下上就可以了，好不好？下下下上，试一下 C 和弦换成 D BM7 EM AM D G 下四。说到哈 ，G 挂四和弦换成 G， 你可以这样按，在 G 和弦基础上呢，把小拇指叠上去，放掉小拇指，这样就比较快，不然你就要好，就手指头要换的比较多，当然都可以啊，你选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啊。我们来试一下，我只能永远读着对白，读
伤害，我原谅不了我，就请你当作我已不在。我睁开双眼看着空白，忘记你对我的期待，读完了依赖，我很快就离开。好，最后一个G和弦一样呢，是一个爬音，刷下去就可以了，好不好？最后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前奏的部分哈。前奏的话呢，一共有四个小节，那我们同样呢，把每一个小节分成八等份，就分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小节。第一小节呢，第一个音呢是一个G和弦的音，按住一弦的第五品、二弦的第三品，还有三弦的第二品。好，也可以这样按，然后你也可以食指横按，然后紧接着呢，把后面这三根手指头都放掉，拨的是二弦的二品，接下来是四弦的空弦音，然后一弦的五品，我们先把这四个音连起来，一二三四，然后五呢，五跟六呢还是一弦的五品，然后呢紧接着是七八呢是一弦的三品，所以呢我们把它连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不好？所以你一定要打对哦，再来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二个小节呢是 B7 和弦，爬音拨动三弦、二弦、四弦，然后呢又是四弦，好，四弦的空弦音，所以呢这个小节还蛮简单，我们把口号练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吼。下面呢，看一下第三小节。第三小节呢，是一个 AM 和弦的爬音，三弦、二弦、一弦，又回到四弦、三弦、二弦，然后二弦的三品。所以我们把这个小节连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最后一个小节呢，是一个低挂四和弦，然后三弦、二弦、三弦，最后一个是一个低和弦。好，只弹到四三二就好了，一弦不用碰到。OK， 我们把第四个小节连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所以呢，我们下面呢把整个前奏连起来试一下，从第一个小节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久违放晴的天空，就是这样唱的，好不好？以上呢就是这首歌所有知识点啦，其他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在留言底下向我提问，想要想学的歌曲呢，也可以在留言底下告诉我。那欢迎大家呢添加话题一起弹尤克里里，向我提交作业。这节课就是这样子的哦，拜拜。